走兩轉就執200多萬，好過做搭馬仔多多聲啦。我話你兩個跟住我就一定冇衰噶啦。嗱，趙之前咁講，分三份，一人一份，公平啦啩？啊，睇住，我咪話我要分多份噶咯。點解？頭先俾公安追嘅時候啊，隻船抌到爆計啊，整船唔使錢啊。你付咩計啊？要整咁多錢？你分多份，你揸船噶咋？你再支支左左，我毛都唔俾條你。冇我嘅大飛，你分條毛啊？你講一次。我同你講啊，打咁高咁大呀，哇哇你當我係靚咁點？我條兄就錯住錯住啊！我今日就同你計清楚佢。冇錯啦，我今日就同你計清楚。如果我俾一個崩你，我就唔係高天仇。你試下攞啲錢。好啊。仇哥，算啦，仇哥，行開。嚟啊嚟啊嚟啊！分條毛，分條毛，仇哥，大家兄弟嚟噶，有咩事打我啊？嚟啊！仇哥，唔好再打，再打死啊！仇哥，放手啊！唔好再打。阿李，阿李做咩？我唔对你咪甩晒，我仲想出行嘅。你傻咗？大家兄弟嚟嘅，你做乜嘢啊？起咩啊？死咗，梗要死。你嗰条尸咧，唔可以俾人发现我。你放心啦，我将佢条尸连埋把刀包住嚿大石掟咗落海，唔会有人发现。我好惊高天就啊，有一日会好似对付阿李咁对付我，所以我留有一手，收埋咗有高天就指纹同阿李血迹嘅凶刀。跟住仲埋咗阿李条尸喺壁山，我好记得嗰日系20年前嘅8月8日。嗱，两兄弟，算系咁啦 ，Kelly， 我唔想有任何人怀疑我哋，所以你攞咗呢嚿钱之后，自动消失，你去边我唔理。总言之，你唔好提呢件事，更加唔好讲嗰啲嘢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搭咗路去台湾，以后唔会再翻嚟。不过有样嘢好头痕。阿李留低咗两件膝头窿，如果冇人照顾嘅话，好容易俾人知道佢出咗事。阿李嗰两个仔女，就系 Nana 同阿派，佢收养佢哋唔系出于好心，系唔想俾人知佢杀咗人。入嚟啊，仇哥！我哋嘅人反住咗 Telly Bar， 等揾唔到 Telly 讲嗰把刀。咁就冇第二啲地方揾啦。全部揾过晒，连跟过 Telly 嘅阿 Luckin 泰国餐馆都去埋，都系冇。咁我老婆同 Nana 咧？我已经发散晒啲人去揾，但系仲未有消息。未有消息，咁你翻嚟做乜嘢啊？搏抽啊！明白，仇哥。知高天就用尽办法同我争逼山笪地，原来唔单止为喺 Nana， 系因为打电话条线，佢唔想俾人知道。我冇用，我怕死。
所以同高天就讲咗藏尸嘅地方。下个月八号就够20年，佢杀咗全豹，我要供佢出嚟，我要同佢一齐死。20年，关咩事啊？你唔明啊？澳门嘅法律同香港唔同噶，就算杀人咁大罪啊，只要过咗20年追诉时候，都要捉到人都告佢唔入噶。咩话？咁我哋即刻翻过澳门报警啊！我叫你哋嚟，就系想你哋带我去澳门告发高天就，仲有杀人嗰把凶刀，高天就一定发晒毛咁揾紧，但佢点都估唔到我摆咗把刀喺澳门旧屋。我哋即刻翻过澳门，揾把凶刀出嚟，只要人证明证俱在，高天就我走唔甩噶。听哥，听你。Teddy 哥，Teddy， 喂，你做咩 ？Teddy， 哥，马文泰受咁重嘅伤都要嚟揾你哋，就系想话俾你哋听，系高天就杀佢嘅。马文泰嚟揾我哋，我谂系一嚟佢知同高天就死对头，佢想两外对冧高天就；二嚟串爆同我甩系老死，高天就杀咗串爆。佢想利用阿甩去帮串爆报仇。听你嗰云之前话佢同串爆都中咗枪，高天就以为佢哋死咗，所以叫人抌多佢落海，佢先至就得力嘅。只要佢一醒翻，就可以指证到高天就杀人。但医生话唔知佢几时醒咧。咁啊，我派啲伙计去发现串爆田尸附近揾下，睇下做咩证据可以指证高天就杀人。明姐，呢件事拜托晒你噶啦。啊，仲有啊，马文泰嘅生死好紧要啊。如果高天又知道佢未死嘅话，一定会对佢不利。放心啦，佢系我哋嘅重要证人，我等间会摆啲伙计喺度保护佢。而且佢留院嘅消息，我将会低调处理，唔会泄漏出去。你哋都系。咁冇乜嘢嘅话，我哋翻澳门先，有事可以随时跟我哋。嗯，你翻去先。听你将成件事讲俾我听，虽然佢唔系咩好人，但系佢所讲嘅相信系事实。你亲生爹哋是高天就杀死的。点解会咁噶？我真系估唔到，同呢个人相处咗咁多年，而家我先知道真面目，连人都够滥杀，真系好狼。唔好理咁多啦，横掂你哋而家知道尸体同埋凶刀喺边度啊嘛，报尸警啦，拉个衰人去坐监。仲未得住啊？洪律师讲过，话听你嘅口供先系最紧要，佢而家晕咗，净系得把刀同埋条尸。是不够你坐得入高天走，所以我上次都没跟香港警方讲，是不是打草惊蛇？为了谨慎起见，都是找齐所有证据才报司警。啱，况且那把凶刀，我哋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找到。如果贸贸然去报司警，件事扬咗俾高天就知道嘅话，他就会选择以后都不过嚟澳门，到时要告他就难。洪律师仲讲过，根据澳门刑法典，就算杀人咁大罪，都只不过计得20年的追诉时效。而家距离嗌你死嗰日，剩低唔够20日。香港同澳门之间有冇引渡条例？所以话，如果今次过佢唔入嘅话，以后都好难定佢罪。但系我哋起码仲有一样嘢可以做先，就揾到把凶刀先。除咗上次 Telly， 有冇讲清楚个地址喺边？头先你讲嗰间屋，嗰间屋我20几年前去过噶，我知道喺边度，我带你哋去啊。我都去过，我有印象啊，我一齐帮手啊。唔得，咁好危险噶嘛，或者。不如你讲个地址俾我听啦，等我同阿甩去揾啦。我而家写唔出个地址噶，我一定要带你哋去，我先知道喺边度。咁好啦，华姐，你唞多一晚啦，我哋听朝出发。嗯，我哋大家早啲休息啦。喂，点啊，林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阿林佢听日要上堂啊，我哋翻去凑花费。唔紧要啦，你快睇住阿飞啊，我点乜嘢我打俾你噶啦。嗯。变成咁，我明白啦。
其实我同你一样，晚晚都瞓唔着，我喺度不停谂，究竟呢个噩梦几时先会完啊？但我再谂，其实高天就几衰都好，最衰嗰个系我啊，系我要同阿信一齐，所以我哋先会变成咁噶。唔关你事，你先系最无辜。我谂翻嚟，我心就好痛，你知唔知？妈咪，我冇事啊，你睇下。我而家反而担心嗰个系你啊！我真系好后悔嫁咗嗰个衰人，我直接佢啲钱嚟污糟，但我真系冇谂到佢会打我，仲要对你系咁，甚至乎杀人。我直因为佢带你两个翻嚟，系为咗修补我哋呢段感情，但原来佢只不过系想掩饰佢嘅罪行。记得阿哥哥个名，就算高天就用咩原因去收养我哋，唔紧要噶。最重要就系我哋得到你呢个妈咪，一个咁锡我哋、咁爱我哋，一直以嚟当我哋系亲生嘅妈咪，好开心啊！我有世界上最好嘅妈咪啊！多谢你啦，你讲得好啱。发生咗嘅事就唔可以翻转头，而家唯一谂嘅就系听日一定要揾到柏涛。依家就 like 同 subscribe TVB USA 嘅官方频道，就可以即时收睇更多嘅节目精华片段啦。